开 OK， 有现在的 video， 所以你们有什么东西啊？那这样我们现在在好调里面，然后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角来讲一些，我不可以讲话。他十三秒。我不会讲，很后悔。哈哈哈哈哈！在后面有那个背景，那你猫那个吻，他紧张看着陈耿看住。我很后悔，我昨天喝很多酒，真的不应该这样哦。其实我是真的要 enjoy， 可是就是那个泡啊，不然，但我就说这么多 game， 他听不懂啊。OK， 就这样。OK， 我没有话讲。这个名字给人们摔的。没有啦。OK， 连这个还在 P 哥。我们今天的就在 check out， 我们要去哪里？不懂要去哪里。啊，可是如果那个半年的，过花园迷路吗？会迷路。哎，过花园啦！你要去花园？看一下你姐，哎。他讲的花园街就是花园街市集耶，那个花园街就是，哎，讲 stop 啊！一个街市 spot， 超便宜。